Later.
2,000 years later.办这个多少钱一个？这个，三点钟啊！
这里面呢，我们先看一下啊，先看一下，那么卡通的全景照片，那么这里面呢，一共有三节，第一节讲的呢是人力资源规划的概述，啊，人力资源规划的概述，那么第二个呢是组织与组织结构，第三个呢是工作分析基础，啊，一共有三个章节，好，我们先看一下人力资源概述这个章节当中呢，一共有三节的内容，第一个呢叫人力资源管理的概述。第二个呢叫人力资源规划的基础知识，第三个呢叫人先看一下什么是人力资源规划。那么在里面呢，我们先引用一个人的话，叫托马斯彼得说过，企业或事业唯一真正的资源是人。所以托马斯这个人呢，在整个来讲做企业做事业当中呢，他把人是摆在第一位的。其实这一点呢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。马克思讲过一句话，人是生产力当中最活跃最可的因素啊，最活跃、最革命的因素，也就是说，人的主观能动性，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非常非常大的，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非常大的。其实还有一个问题，国家也要引起重视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退休工资在上海有30年工龄退休的人，啊，基本上收入是7-8千块钱。我指这个工龄一定是缴纳社保的，啊，能拿到7-8千块钱，这可是到手的啊，没有税的。那么我们很多年轻人，你在岗位上干一个月，辛辛苦苦干。
我就脱下来了。就像你们动物感冒怎么办？看厕所啊？看厕所。看厕所烧好再脱。哎，姐姐。哎，他。他啊。秦如果是找不到你，我在外面打听过了，没人像你这么样子。你怎么打听？人家我告诉人家生这个病，一下特上出上啊，没有人家那样子。我一分钟还没到，他们还在又躺着，又出。啊，这是家里